被感谢那，竟然把宝宝起名张谢，众多网友评论，这名字好吗？今日有网友爆料，姐弟恋张杰为感谢辛苦的谢娜为即将出生的宝宝起名张谢。还有网友爆料叫张奈喜欢小宝宝，喜欢小孩，谢娜张杰喜欢小孩，谢娜这么早怀孕。媒体报道，谢娜张杰都非常喜欢小孩，这也是他们要小孩的原因吧。很多的吃瓜群众都好奇张杰和谢娜宝宝的名字吧。张杰爆料宝宝的名字叫张谢，因为这个名字和谢娜的谢字。看来两人真的很恩爱啊，秀恩爱，秀恩爱。有网友吐槽说这名字不好听。不过小编觉得总比子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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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晨子晨子晨要强得多吧。小孩起名举例，小编身边名叫子涵的小孩挺多，幼儿园老师一叫子涵，好多小孩都回头，这种感觉无法体会，而且还不分男宝宝和女宝宝。也有网友说还是取个三个字的名字好听，大家怎么看呢？听网友爆料，小编也按耐不住了，顺便来两个，张谢宇、张志轩，这名字如